今日咧就嚟到黄大仙依间嘅日本过江龙卡拉亚妈食 lunch 啊！招牌咧就用日文写上卡拉亚妈，下边就有拼音啦，旁边咧就写上浅草炸鸡。咁佢间店咧就比较细嘅，入面就得十张台左右嘅啫。咁我哋睇下个 menu 啦，有十几款可以选择嘅，有饭有面有小食，亦都有期间限定嘅 menu。咁我就叫咗个蓝晚塔塔酱炸鸡定食。咁呢个定食咧就包咗白饭同埋面豉汤嘅，佢上山速度都非常之快啊，落咗三五分钟就送到啦。个卖相都几好嘅，同 menu 幅图差唔多。佢个炸鸡咧外边炸到好脆啊，而且入边系好 juicy 嘅，再加埋塔塔酱咧，真系几好食嘅呢个。至于面豉汤同白饭咧就冇咩特别啦。张台侧边咧仲有胡麻酱可以加落椰菜丝度食嘅，咁佢嘅椰菜丝都几爽口嘅。咁总结嚟讲咧，呢一餐都食得几满意嘅。以平民嘅价钱可以食到高质素嘅炸鸡咧 ，CP 值都几高嘅。咁卡拉亚妈咧喺香港开咗几年啦，依然可以 keep 到呢个质素啊！好多日本过江龙嘅店都系做唔到嘅，系值得支持啊！今日条片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条片再见。中意我嘅影片嘅朋友，记住俾个 like 我，留言分享埋俾你哋嘅朋友，最重要系订阅我嘅频道，揿埋隔篱个钟，咁样就唔会错失我最新嘅影片啦。